谢谢彩云，你选了一首非常符合你的故事的歌曲，而且呢，你唱了让我足感动的，我拢起鸡毛皮。我感动的在倒位，你在细腻当中还有细节，因为一头前开始唱是娓娓道来，真细腻的。你细节当中还有开口，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代志，而且你的开口是小小的一撇点缀尔。而不是一大片的渲染，安尼感觉这是主人呢，这是发自内心呢。我听就是听迄个点，我听就听失去弟弟迄一天，那个的点，那个的痛，在这个细节里面都听得出来。所以我感觉今天这首歌唱的真的很不错。OK， 谢谢杨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蔡颖，老师好。姚文老师，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你，整个这样情绪下来的感觉，可以想到，你的故事。那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小缺点哦。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再轻一点点，再轻一点点，不一定都要咬这么的紧，咬这么重。我觉得那个情绪会更好。然后有些地方的抖音哦，适时的少一点，还是抖轻一点，这首歌会更完美。好，谢谢浩哲老师。